秀水乡北乡县武宫二号早起时举办着建庙动土奠基大典，伊是依照着传统古礼来进行，场面隆重庄严，地方正常界人士拢特别出席，大家嘛来祈求着先天上帝庇佑台湾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秋夜清香，诚心参拜，祈求北乡武宫建庙动土奠基大典一切圆满顺利。党土平安，求得风机，为国定心。先天上帝神威显赫，真侪民众来参拜，拢得到神威的感应，加上恒武宫香火鼎盛，因为伫你主位甲信众的发心之下，要来替先天上帝起神庙。这两年岁数顶猫年，因为我给先天上帝在恒武宫的发威，咱的众人也是感受到这众人。伊个现天上的神威，咱个任平顶主位，就发心要为咱个弥勇现天上帝来建庙。这段时间是咱众罗华弟子多年来修愿，也是今仔日看到这个地基大殿，真欢喜，真侪张官来甲阮参与，感谢大家。包括着中华馆长王惠美、秀水乡长林明佳、电影署新民台等，拢到现场共享盛举。秀水县武宫哦，这个动土的奇迹哦。那过去咱县武宫，伊咧咧先天上帝精神，不断咧伫地方，包括伊的慈善会做了足侪救济工课，包括办事为民众解决啊一寡身体啦，啊是各样啊不便的所在。那会使讲哦，信徒非常的多，那今仔日真欢喜，看到伊这个开始来动土，那伫只嘛呼吁咱的这个啊信士大德哦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共同早一日来完成咱啊秀水马兴县武宫的这个啊宫庙，和咱的这个先天上帝有法度阁继续啊来发挥，来帮助咱的这个啊乡亲的身心灵哦。信众就希望恒武宫会当早日起好，继续庇佑地方。台中新闻林桂英、秀水采访报道。